小金哦要出现了，他每个礼拜以后都会跟大家见面哈、哦。好，罗医师告诉我们大家，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按什么穴道可以保护我们的肠胃？好，在这边呢介绍一个穴道叫中脘穴。哎，那呢就在我们一个手掌，从肚脐这边开始往上算，是大概刚好在这个位置，就在我们的正中心啊，肚脐上面上来，刚好是一个手掌的位置，这叫中脘穴。这个穴道呢，你平常就可以给它压按。霍正奇，他按的地方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边你就肚脐以上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嘛，差不多这边，对不对？肚脐的这边 对，刚好在这里，就好像是在那个就是骨头的中间下一点点，对对对对，就是、所以按下去会酸酸的吗？你有什么感觉吗？我按下去都觉得痛痛的。那你很危险了，应该有问题了吧？可是我痛好多年了，如果这样应该挂了。真的吗？裴医师，你 OK 吗？还好啊，我是觉得有点酸酸的啦。然后呢？不要太出力了。这个穴道呢，平常你可以压按。如果说你压按的时候会胀胀的，会痛痛的，因为这代表说你的肠胃是真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哦。可能在饮食啊，或者说你的这个吃的时间，像刚刚淑琴讲的那个时间点啊、哦，可能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。